听进去哦。他不听进去也不行啊，很担心他听不进去。对对对对。哇，李佳瑞真的也蛮期待他今年赛季啊，会不会再比去年哦更有更多的精彩好球？因为就这个先天的条件，其实跟田磊其实是真的很相近的，不管是出手的协调性，不管是任何方面。